位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0月11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比。新闻头起先，咱先来欣赏昨暝国庆烟火。咱今年是伫台南办烟火庆祝国庆，规场表演是超过30分钟，成超过40万人去现场欣赏。唔呐安尼，佮飞弹、战机、甲翠暗等等特殊造型烟火，带民众做伙感受109年的大时代。转动希望。今年国庆烟火伫咧台南，第一个登场的是台南放炮。今年的国庆烟火主色是金色，搭配暖色的红色、橘色，代表台南的热情。国庆烟火第一遍伫台南办，主题配合总统的国庆演讲，向防疫英雄致敬。爱心加翠暗造型的特效烟火，照光台南安平的天顶。今年烟火有22,000多粒，33分钟长。总统加副总统拢到场看烟火。今天的台南已经是科技中心，也是一个文化首都。台南成功的故事，就是我们台湾的缩影。今年台湾守住了我们疫情的防线，也稳住了经济。现在大家一起来出游。我希望大家多来台南看看，多来台南玩一玩。烟火歌配合大家正式的经典乐曲，上最后是蓝白红的国旗三色彩。今年国庆烟火吸引超过420,000人次到现场看，真侪人提早来占位。最期待什么东西？不过因为人真多，安平戏光倒附近散场的时阵，交通规个拍夹。台南市长吴伟铁也到交通中心关心交通的状况。要疏散42万人，的确是大工程，因为这些人在短时间内要疏散到各大交通，火车、公路还有高铁，或者是自己要开车回家，或者他疏散到他们停车场。另外，十一是连假上尾工。国光局预估国道交通量是1,1300,000车公里，是普通时1.3倍，所以沿路人会当加利用疏导措施，避开较会塞车的路段。记者综合报道。昨早起的国庆大会，总统蔡英文是以团结台湾、自信前行做主题发表演说。面对两岸的局势紧张，蔡总统也表示会以坚强的国防维护国家安全，也呼吁中国要重视台湾的民意。佮表明讲，只要中国有意化解对立，是愿意对话。但是中国国台办是回应讲，只有台湾承认九二共识，两岸才有可能会当对话。上届国庆，蔡总统以团结台湾、自信前行为题发表演讲，分为四大部分，讲到台湾防疫成果、新台湾经济战略、国防战略，甲未来外交上如何积极参加区域合作。伊首先感谢防疫英雄的努力，让国际社会看到台湾前进之道的面貌。即马面临疫情后经济挑战，政府会向三大策略方向行，打造大家所向往的新台湾经济。整合政府跟民间的资源。以及跨部会的能量，全力、全方位的投入，让台湾成为全球供应链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经济方面，继续六大战略产业加国家级产业创新，面临区域和平稳定，也算是已建设国防维护国家安全，不止武器装备提升，后备动员制度改革也赶紧推动。对岸的军事扩张跟挑衅。我们会持续强化防卫战力的现代化，并且提升不对称的战力。面对区域和平稳定受到威胁，我们坚守不畏战、不求战的原则，避免擦枪走火。面对两岸经济紧张，全世界拢在关注中国扩张霸权，伊也阁向中国发挥希望北京重视台湾的声音，改变处理两岸关系态度，甲台湾共同促成两岸和解甲和平对话，强调两岸稳定是双方共同责任。只要北京当局有心化解对立，改善两岸关系，在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下，我们愿意共同促成有意义的对话。这就是台湾人民的主张，也是朝野政党的共识。
不过中国国台办事回应蔡总统的讲话，延续对抗苏菲加敌对意识，佫显示民进党当中无毒的本质。两岸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因为蔡政府无承认九二共识，只有回家九二共识政治基础正轨，两岸就能长期对话协商，台海将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国庆典礼受到疫情的影响，回国馆内交包是减真多。但是今年头一遍开放500民众入场参加大会，入场的防疫工作依然是做甲正认真。另外，现场的表演是逐场拢精彩，国宝艺术陈锡宏、廖庆基拢去现场表演。公司台记者也带观众朋友，搁倒来感受一下现场的气氛。CH4 怪运输直升机小刷第二年挂大北的中华民国国旗，和乌鹰直升机同齐飞过总统府。2020国庆大会正式开始。20位台湾防疫代表和台北医学大学的合唱团，带领众人同齐唱国歌。今年国庆大会主题“民主台湾，自信前行”。公司台记者嘛在咧现场用全台语转播，是用咱的母语庆祝咱的国家生日快乐。防疫要做到怎样？除了爱挂嘴暗以外，爱个接洗手，这是用石斛米吼有机农化所做出来的米，用作壶放伫咧扇门内面。且具有防弹功能之外。看到让人心惊大吓，欢迎骑公车演练，佮出动直升机伫咧凯达格兰大道飞鸡鸡，这也是有史以来头一摆。阿公啊，今仔日的表演哦，真正唔够精彩呢。原来吼，这就是咱台湾人的精神。国宝级艺术陈锡宏、人保地戏，佮串联现场的各种表演。是妈妈煮的饭，辛苦吃了。台语金曲歌手江惠琪和歌戏艺术廖庆基合唱团精彩演出。今年当着疫情，侨委会表示，回来台湾的侨胞只有1100多人，和去年比起来减5000多人。大会是个头一摆，和民众抽卡哇，抽500个人，和因入台管理，不然个都拢爱配合安检、防体温、挂嘴安，也爱让位坐。今年比较好，座位的排序看起来比较好。是海外还是比较习惯看到很多红色的一个象征，就是喜气嘛。那我觉得现场比较没有，很好玩。你从哪一国回来？加拿大。绿后小组喷七彩烟火飞过总统府，这也是国庆大会阿妹的表演。今年的国庆烟火是伫咧今仔日暗时8点，伫咧台南安平溪公岛，也就是三坤新，会加放27000多支，要请更加侪人同齐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快乐。记者阿敏金、陈玉水台北报道。昨双十国庆，中国解放军是搁在骚扰台湾侵犯咱的西南空域。同一时间，有一只美国的军机也出现伫西南空域的四周边。另外，中国发布军事演练影片，展现攻击岛屿的能力，敢是挑工咧暗示台湾是引起外界质疑？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逆袭我空域，影响我飞行安全。双十国庆这一天，中共又有新一波的扰台行动。解放军疑似派遣运八反舰机，意图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美军 EP-31 电侦机多出现在西南空域周边，飞向广东方向。目前攻击在西南空域频繁进出的这个现象，会加强这方面西南空域的联合勤监侦。第三股的这些军事动态都没有任何的评论。中共军机出现西南空域已经成常态化，学者分析，解放军有两大目的，分别是想要掌握战场电子参数，加迅速水下航行、潜舰资讯。最近也真一摆拍宣传战，中国勇敢军事微博七号发布歼15军舰在战斗机直播海军演影片，模拟对地打击，一度出现达到极限速度的高惊声，各模拟对海岛打击针对性真强。主要是针对美日的利剑演习，
也就是历届演习是以夺岛行动为主，所以中共他刻意展现这样的对岛屿的攻击能力。中国辽宁海事局查到，连发生的航行警告，解放军要伫黄海北部军线，面对中共加强对台恐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台湾基地是美中冲突点，美国陆行对台湾做起步，对台军售美军确保台湾甲周围地区的航行自由。华盛顿将以一切的力量维持台海的和平，那这次说的这也就更清晰了。蔡总统国庆演讲强调有决心维持两岸关系稳定，苏志芬分析，美方释出政治信息更加清楚，可能透过军事力量介入台海，缓解解放军的威胁。记者综合报道。今天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是《苹果日报》。远东航空的前董事长张光伟涉嫌把远航的资金乌了了去被起诉，但是张光伟事后指控两位金主甲伊收真重的利息，涉犯重利罪。但是两位金主是出面指控，讲张光伟明明就知影远东航空在要倒啊，佮甲因讲白贼话，讲股票要上市根本就是诈欺。接落来来看联合报，南苏这十年来拍拼发展观光，各项加开真侪新的面向。但是因为一直在开发，真侪港口天生定这款食物，唔是大事，就是去虹口了了。隶属南苏一款特有种猪公红条的幼虫，可能因为食食无够，面临绝种的危机。上尾来看自由时报，庆祝朝鲜劳动党创党75周年，北韩车站也伫首都举办盛大的阅兵仪式，金正恩嘛亲身主持。这边的阅兵仪式展现多种战略武器，其中阁有头一摆展出甲型号不明的武器，受到外界关注。时间过了真紧，详细的连假就要结束啊！高雄局提起九百个民众尽量早起就出发，闪开下晡搭车时段。这几天连假天气袂歹，真侪人拢出国旅游，从南投的合欢山甲日月潭，人就真甲差差差。台南嘛，因为国庆烟火夜人丁。花莲的小海岸船也是大家都客满。合欢山布岭停车场早起车就停到满满，不过车也是一直在来。警务在现场，赶紧来疏导指挥。南投清境通往合欢山的第十四甲线，国庆连假这几天人甲车是真多，也让周边的交通强要无多负担。今天早上五岭观赏日出，人潮、车潮造成交通拥塞，本文举人仅在场，先请劝导。违规车辆离开，未离开的违规车辆才开单告发。除了合欢山以外，连门的旅游店、日月潭也是真侪人车，周边的停车场拢无位通停。伫咧台南安平国庆烟火头一摆刷到遮久行，真侪民众赶紧来占位。安平老街人真侪，大头也真无闲，生意真好。就是还蛮多人的，然后大家狂拿，狂拿，对，对。今天连续做两个礼拜的连假，大家都其实蛮累的，大家就要顺其自然就好了。离东半部的花莲上热门的上海红船，因为这几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无得出航，离车站海上回稳，真侪民众早起就来坐船要去看海岸。船班都爆满，只剩下最早的6点半，所以本来很犹豫，因为怕睡过头。预计安排的客人，现在目前船只基本上都在满载的状况。如果有零星的散客，当然还可以候补几个了哈，不过空位也不多啊。出海去看海岸海底是真热门，不少民众来到现场候补排队。想看到上船就要看这运气。离市区有名的小吃店甲红茶店。也是真侪游客伫排队，虽然有交通管制，不过人客也是一直来，大家拢真耐心伫排队等待。记者自动合报道。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的选举剩无一个月，因为美国总统 Trump 确诊新冠肺炎，第二遍的辩论会原本爱算要改用网络来进行，不过 Trump 拒绝参加，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只好宣布讲取消第二场的辩论，会全力来准备第10月22日上尾场的辩论会。Oh, Mr. President, I'm asking you a question. 美国总统辩论会候选人川普和拜登历来过去都在说自己的意见，这是上个月底进行的第一场辩论，原本要在15举行的第二场辩论，现在 CPD 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宣布取消。为了防止疫情扩大，加上美国总统川普为着新冠病毒 ，CPD 决定要把第二届电视辩论会改做远距实行的方式进行。虽然民主党候选人拜登愿意，也不过川普却反对拒绝出席，表示讲希望会当延期到二日，说服拜登拒绝。I just read that the CDC was going to require masks on public transportation.
40,000 people a day are coming down with coronavirus, and the White House blocked it. What is the matter with this guy?美国大选的顽疾辩论过去不有前例。1960年，当当时的总统选举候选人甘乃迪、甘尼克森，都捌伫美国东部甲西部以连锁的方式来进行辩论。即马伫个川普的基础之下 ，CPD 伫个官方网站宣布讲，即马看起来10月15无要辩论。CPD 会甲进行全体体10月22日举行的上尾后一摆总统辩论来做准备。而最后一场辩论会，谷歌会伫个田纳西州举行，会注重防疫。措施包括必要检测、刮嘴暗、社交距离、加其他标准，也唔过敢会当正常举行，目前也唔知影。记者联系同经理报道。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有一间卖胖的店，伫咧10月初9，放伫地黄色的油罐啊爆炸，上无造成四个人死亡。贝鲁特的港区8月初4才发生大爆炸，昨日阁发生意外，互当地民众即马只是听到较大声音就心惊惊。建筑物内底，依然在看到火一直烧，并且黑烟一直冲出来。消防人员继续是泉水拍火。位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塔里基德区，直到暗时发出爆炸声音真大声。贝鲁特国营新闻机构指出，爆炸是发生在一间胖店位在地下室的独油槽。离当地红十字会统计，至少造成四个人死亡，近二十人受伤。كل اللي صار كنا عم ننظف الطريق نحن هون عم نصف الأرض من الغبرة والجاية وبعد شوي طلع انفجار ضوئي انفجار كتير قوي وشي بلش يتكسر طار خزان مازوت بالهواء مازوت بنزين مش عارفين شو هو وقع بالأرض وولع الشارع كله وتقشت شرايط الكهرباء وبركضت هالعالم كله هذا هو كل اللي صار بس شو التفاصيل لحد هلا بعد ما بين شي爆炸过了后，消防人员赶紧把铁腿拆好，也做兵将对阳台来走出来。美军队也进驻，协助疏散人群，将火机围来官兵将先赶走。官兵将在爆炸了后，外久去拍卫兵，很是大火势，炭烧到几路上，四个拢是惊吓，也佫有喊叫声音。因为贝鲁特港区在8月初4发生硝酸铵严重爆炸事件，附近被炸做平地，造成203人死亡，近啊10亿美金的经济损失。才短短两个月，又发生大爆炸，更加予未少民众是真惊吓。而外国媒体引用当地媒体报道，指出贝鲁特省长表示，过去几礼拜拢伫追查违法，也是有公安危害的科技仓库，就是惊相关的爆炸事件又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回来关心咱国内消息，自从2017年8月，外交部因为疫情较严，决定暂停关岛办事处的运作。即卖外交部考虑，咱甲美国的关系是长在进步，阁有关岛伫咧太平洋的战略地位，今年重新设立办事处，也伫将正式挂牌。双十国庆，台湾驻关岛办事处也正式重新开幕。外交部长吴钊燮甲关岛总督葛瑞罗以互动影片为开幕致辞。高教授表示，疫情发生了后，台湾秉持台湾领导三公精神，关一十万片吹暗加四台体温测量仪，和关岛政府斗阵对抗新冠肺炎。I'm confident that together we will overcome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pandemic and enhance bilateral economic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but also leveraging the strategic location of Guam in the Western Pacific.To increase multilateral exchanges within the region. Office, Taiwan and Guam will be able to engage in economic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increase services and assistance for Taiwanese travelers and businesses. 外交部在2017年8月考虑预算甲人力，暂停关岛办事处的运作。外交部7月宣布，考虑台美关系升级为全球合作朋友太平洋的重要战略地位，在今年恢复设立，也向定台美关系阁进一步。之前印度媒体报道，台湾国庆内容被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文警告，应该遵守一中原则，引起反弹。一位印度独立记者7日透早伫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外口路顶，发现大幅印有中华民国国旗的海报，祝贺国庆日。海报内底中华民国领土包含几个中国，海报署名是印度人民党发言人巴加。台湾驻美大使萧美琴也伫推特转发一影片，阁标签年底联名记者。综合报道，香港警察用协助12个香港人偷渡离境做理由，把9个人抓起来。这9个人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助理、律师助理，指控讲因是提供资金安排交通。那
今日是香港国安法通过了的第一个闪失节，有关有不少我台湾的团体不惊法律办活动就好。八月底，十二名香港人涉嫌偷渡来台湾，被中国警方查到，即阵也被关在深圳。七十透早，香港警方以涉嫌协助十二名香港人偷渡入境，在九龙甲新界甲九名男女抓起来，其中有前议员刘国勇进前的助理董万清，二部分人士不参加反送中活动被抓。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不排除会有更加多的人被捕。协助罪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行。经公诉定罪，最高可判罚十年监禁。九个被抓的人被认定有无共分工，包含提供资金甲安排偷渡前的交通大所在，安排因到台湾了后生活。在香港媒体报道，十二名香港人坐快艇时，警方已经掌握情报，在空中监视行动追踪。不过，警方拒绝评论，强调甲香港警方无关系。呢十二个在逃人士，佢哋系犯咗内地刑法，系被内地拘捕。行動同香港警方係無關。港版國安法通過了後的頭一個雙十節港府嚴防慶祝活動，在屯門中山公園的孫中山紀念碑空場，過去每年都會舉行升旗典禮，今年入口防封起來，民眾甚至被趕走。不過將軍中道也受香港親台團體舉行升旗典禮。送國旗。香港人用游击战术在街道上挂上中华民国国旗庆贺，不过真侪祝贺活动拢被以疫情为理由限制。刘委会表示，那是因为政治因素加以阻碍，相信社会自由公正的评论。记者宋合报道。地方风霜头，今仔日来看嘉义，来讲嘉义县的新港乡，有一个25岁社工，读大学的时捌学过纸戏剧，一款日本早期广告随机卡。伫咧伊出业了后，就以纸戏剧甲台语来广告，故事佮结合实地经、长期教学等等的技术，互长辈当哪听过哪学习。讲故事哦，讲故事哦，讲故事的人来咯。话休，予大家知影，要开始讲故事。少年社工用这种合作卡米失败的方式，那讲故事，那甲大家解说，当朝提供的协助甲功能。啊，卡米失败是透过这个卡片吼，一张一张的这个这个幽叮当吼的方法吼，啊来呈现到伊这个特色吼。啊，所以吼，这个过程当中吼，除了这个图片以外，啊，佮有阮讲的人的这个这个表演吼，啊来这做这个搭配。为了要故事听起来袂无聊，伊嘛加入一挂别个故事，而且不时阁会分片仔来听伊讲故事的人，拢感觉真趣味。伊有讲到长照啊，佮囡仔、老人拢喜欢的绘本啊，啊，互阮听甲足趣味的。用台语的方式来讲故事，佮结合长照的知识，即马阁有人邀请这位社工来去独立册店分享伊的经验。相信对这侪时代来讲，会看感觉哎呦，安尼阁有一个机会。啊，对这侪囡仔来讲，也感觉足稀奇。哎呦，有一个小可发比较大的朋友之遐，唔知咧办什么公会啊？吼，但是这個过程拢是予伊会当有一个无语的这种刺激。我感觉这种环境就是爱继续推广。因为常常甲时代做伙，台语嘛愈来愈煞拍。林义宏表示，只要有机会，拢会继续来为社区做服务。未来嘛，希望会当成立剧团，予这款广告词的表演，成做社区服务甲传授母语的工具。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天气玻璃仔来看天气，气象局表示，原本伫咧南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伫咧今仔日透早两点已经发展做今年的第15号风台莲花，目前对台湾并无影响。今仔日甲明仔载两天，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北部甲东北部的天气会略略啊较凉。今仔日是桃园以北甲台湾的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的低阵雨。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2度到30度。中部地区是23度到33度，南部地区是24度到34度，东部地区是23度到30度。来看外岛地区，外岛地区是21度到29度。关心未来三天的天气。
新闻的最后，再回来看详细总统府精彩光雕秀。感谢您收看今天一个早起新闻，我是苏米，咱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再会。